欢迎大家收看健康日报，我是悄悄。随着现代社会的压力以及年龄的增长，男性也逐渐开始绝经。那么如何保护锻炼我们的肾脏呢？预防绝经呢，只要记住做到以下几点。一、少熬夜，熬夜会加快器官的衰老，而且不利于身体毒素的代谢，长期熬夜甚至影响生育功能。二、坚持做俯卧撑，俯卧撑是一项非常适合男性的锻炼方法，不仅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臂力，而且对于腰部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作用。坚持每天练习可以让我们的肾脏越来越好，而且有助于健康。三、减少烟酒，大家都知道肾脏是最主要的代谢器官，长期吸烟饮酒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负担。打个比方，东西用久了就会容易旧或者坏掉，所以我们避免给肺部以及肾脏造成更大的负担，一定要少饮酒，少吸烟。四、坚持用热水泡脚，经常泡脚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，而且足部有很多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疏通经络，所以一定要早睡早起锻炼身体，戒烟戒酒，坚持泡脚，做一个健康的魅力男性。今天的健康知识就分享到这里，你学到了吗？收藏、订阅、关注，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吧。